接地了，解不开了啊、哦！解不开才好呢。行、啊，我这鞋带一，我不太会系鞋带。嗯，是挺好看的。行了，我弄吧，搁那吧。吃什么呀？咱们大宝先到的，都瞎呢，还生气。年年开花又开了，真好看。老娘做的萝卜、土豆、鸡。对的，好。做你蘸点鸡肉。好。好了，菠菜、虾炒韭菜，这是鸡，凉拌芹菜，鸡汤。大家好，我是兰兰，到我妈这儿来了。今天下午带我爸看病，我们刚吃完中午饭，然后来点饭后甜点。妈，坐这儿。看我妈烫头还挺漂亮。哎，老娘是大美女啊，年轻的时候就爱吃这个甜点，这个再吃甜点哈。行嘞。看看啊，他们都爱吃鲜花玫瑰饼，我那会儿也爱吃，但我现在不能吃了，都是独立包装的。你看，美式自然好味儿，鲜花软味儿，嗯，小麦粉，你吃了吗？这个是保质期60天，60天3、4、5、6个月，就赶紧吃，不能搁啊妈。在云南的，产地云南，哦，25克，一袋得有10个，250克，这一袋是半斤，两袋是一斤。日本啊，来月月，你尝尝，你看鲜花玫瑰饼，然后尝尝吧，尝尝，看看软硬，酥皮儿，哇，这是玫瑰，嘿呦，这是玫瑰花，全是玫瑰花，吃吧，尝尝，好吃吗？挺新鲜的，是吧？嗯、花儿真多耶，都是玫瑰花啊，还有花的香味儿、哎，真鲜味、嗯，是吧？玫瑰花味儿。是吧？嗯，好吃。呵呵，给我来一口，管他呢。别，太甜了。啊，没事，我也来一口，吃一口没事。哇，好吃。嗯，这玫瑰花味儿真鲜。他们老二着吃，老大刷碗呢。嗯，调一下。怎么虚的？嗯，哇，太香了。给我妈用美颜呢，这香味儿特浓。这老北京哈，嗯，爱吃的点心。这个吧，一袋是半斤，10个，三袋合一袋才10多块钱，太值了，是吧？还好吃哈，还新，大家可以尝尝啊，可以买点尝尝啊。我放在橱窗里边。你买那玫瑰饼，你买5块人就相当7、8块，是。特别贵，小10块的、嗯，这个还软，特新鲜，特别新鲜。主要这个就是新鲜，嗯，新鲜。这个，妈，这个是板栗仁儿，我打开了一包，妈你尝尝这个。老人吃点板栗好，再撕开那口，给它倒一盘里，要不然，月你拿一盘去。它软和，是吧？特香哈、啊嗯，没有壳的。看，板栗仁儿，它也是原味的，没有添加的，这个是。你看过什么都没添加。嗯，开袋计时，保质期18个月，1年半。你看，只有板栗。这要饿了干嘛？我的小不了。你看，有机，挺好。有机的还是？您喝粥啊，搁里一个哈。对。嗯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吧。吃肉，快熟的时候搁一点，很暖和。嗯，看、嗯、新鲜，这一袋多少克？我看80克。好、嗯哦，吃那玫瑰饼特好吃。嗯，来。大宝，姥姥给你看，好吃吧？这个栗子好，软和哈。嗯，也不甜。嗯，还特软和，90岁的人都能咬了。这板栗你要是买的多哈，买，嗯，买四送，买三送二，买5送3，这个呢，你老人孩子都能吃，特软和，新鲜，挺好。这是我妈吃枣仁派呢，哎，每天你就吃一个，是吧？跟我爸一人一个，这也补血，核桃健脑，还特干净，没有籽儿，没有什么那个枣仁那糊，因为它换包装了，这个包装的比较好，还真软啊。嗯，就这个包装，新包装的核桃，新包装的这个卖特别好。妈，看看，给
你从中间给劈开，让他们看一下那核桃，核桃也特别新鲜，就着这碗很大。嗯，看了大核桃。嗯，看看全是核桃仁儿，吃吧，还有芝麻。多少姥姥？这一袋是252克，半斤多一点。红枣、贫血、核桃仁儿、芝麻。行了，给您拿点零食，饿了的时候吃。嗯，及时雨。及时雨，吃完饭又吃了点儿，小孩似的往里塞。枣仁派、鲜花玫瑰饼，然后这个板栗仁啊，好多呢。我的橱窗里好多好吃的呢，喜欢哪个就去啊。这几个真是特别好吃。嗯，这是新梅啊，你有新梅干，刚吃了一个，也特别新鲜啊，原味的，没有添加的新梅。请点赞关注哦。